一大，你今儿穿的好帅哟、哦！嗯，不赖就行。嘛吃啊？今天萝卜干。萝卜干炒什么？萝卜干炒腊肠吧。咦，没啥吃，爱吃腊肠。你不就是那点那了，没啥了，好点。啥？块比咱好，块块的。那炒点块块鸡蛋吧。那就块块炒鸡蛋吧。好。说的。这是啥呀？这？哦，这你点的腊肠。你这熟的生的。生的。萝卜干是炸的，萝卜干是这样，这就煮的。啊，萝卜干是煮的。那行，你不搁煮煮发包一下吗？不是啊，还有鸡肉嘞，今中午溜的鸡肉没吃完。没吃完，今儿鸡肉溜我吃。咦，哪行吃啥菜啊？都在炒。再炒吧，别炒了吧。没吃，炒白菜、青菜。中。老师傅灌的腊肠。人家问你那是啥大酒店，你说的野玫瑰大酒店。那我解释吧。嗯。他因为西安有个野玫瑰，你要是因为注册公司。嗯。三门下有个野玫瑰，他后来他侵权了，他只说干这种野玫瑰了。哦。知道吧？他是九七年。哦。那你说怪我们不懂了。哦，那你是一。算命是政府发的呀。啊、哦，对。政府发的。铁门呐、啊，铁窗、啊。算了，我不唱，我唱唱，俺大伙听见光怼我。叫我唱唱格林兰的手艺。格林兰的早茶可不是手艺。哦。那这地摊真是，哎呀呀！哎呀，我这个哎、大、嗯，你会单手打鸡蛋不会啊？打鸡不打手打鸡？来打打，要瞅瞅。哎哎，这还有一点盐，鸡蛋可不成盐。撒盐哥。哦，一点盐。哦，一点盐。再大块也不是。好。好。你咋不弄点姜啊？你那姜啊，姜吃完了，哥都要吃吧。还想的想的老美的，你还成天的。那是鸡蛋呀。嗯。闻茶的，这茶我可没你。咱俩谈谈人生吧。不多。大，你给我说，你这衣裳穿谁的？没。啊？没。你不是穿身高汉的？身高汉，身高汉就是这衣裳。嗯。你怎么要这年轻的衣裳啊？我这衣裳老年轻，啥个气的你啊？你看挑衅我，谁挑衅你了呀？先对啥了呀？萝卜干。哦，先对萝卜干。好，你那发型也不知道梳一下。咱姨，我这发型够帅。够帅了。我看着谁抢，谁的眼出来。你长得啥呀？不长的。咦，真是个那啥玫瑰干过呀！这炒的菜，这气儿我弄不来呀。他这三米了，你看今年种的三米了多好。出来，味精少撒点。嗯，吃吧，好吃的。我以后，以后你做饭我不说话。嗯，中不中？闭嘴吧。包包菜面。啊，炒鸡蛋，块块鸡蛋。哦，大，你温柔的给我说一句话。啊，说。你温柔的给我说。温柔一点。啊、嗯。有多我就说吧。你就说鸭巢，咦，行，预备。好了啊，大，你没放味精？放啥臭味精啊？味精，他叫味精的。哎，味精叫他不吃味精。哦。上菜。大，这调凉菜里边都放啥呀？放多了。嗯，放鸡肉了。你看你这，你这不是？你看放的多了，你这话咽我肚里，我都没啥说了，你知道我这。你不那些话乱了吧，要吃不？
这个花多，都放啥？盐、味精，嗯，香柏油、醋、辣椒，嗯，蚝油，嗯，哎呀，废话，你成天就你那事儿多。都把香菜放下，你的菜系，这不是炸鸡肉，难道鸡子上来点炸炸？啊、哦，炒五炒，嗯，蒜苗，哦，腊肉炒豆腐干。还有种啥花花这个 ？OK， 好，啥菜？接小高一下啊。啥？小高一下一片，还弄一片来。啊，给你卸去啊。嗯。爷爷，爷爷，上酒。这不是酒。好。还是汾酒好。多少岁？好。来，新年好。哎呀。新年好，哎呀，这过了新年几天了都吧。我尝尝三面吧。嗯，尝这个花花搁这。嗯，腊肉，俺咋自己腊，嗯，不是，自己腌的腊肉。自己腊肉，你尝尝花花，花花这高，这纯天然的，太新鲜了。开口吧，爷。来一口，嗯，来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哇，